能不能换一个方式感谢我呀？什么呀？杨晨，虽然晚饭不能和你一起吃，但苹果我要第一个送给你。 这么冷的天，你提前来接我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嗯。谢谢你。你想去哪？ 和你在一起，随便走走就好。好。 真想像他一样，可以唱自己喜欢唱的歌。 跟我来。你好。有事吗？我女朋友想唱一首歌，可以借一下吉他吗？行啊，谢谢。 哇塞，这小姐姐唱的也太好听了吧！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她的声音有点耳熟？有吗？梁晨，像吗？梁晨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梁晨。
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今晚滑雪多快乐，我们坐在雪橇上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今晚滑雪多快乐，何子敬在唱歌，好不好听？哎，我说他怎么会唱歌啊？我给他装了个机械心。嗯，你唱歌真难听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礼物，谢谢你啊。能不能换一个方式感谢我呀？什么呀？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今晚滑雪多快乐，我们坐在雪橇上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今晚滑雪多快乐，我们坐在雪橇上。陈姐，这谁唱的？他这是五音不全吧？唱的也太难听了。我觉得挺好听的，好听。陈姐，你比赛的第一首歌都还没有定下来，听这种歌是会影响你的判断的。你振作一点啊！放心，我已经想好要唱什么了。这次比赛最年轻的歌手叫温蒂，是选秀出来的练习生，自带流量，唱跳型歌手。同时，秦和丽莎就不用说了，都是歌坛的常青树，实力歌手。确实，刚在试唱会上，他们都保留了实力。所以，你这次阻碍真的不小。他们都很有实力，你必须拿出最高水准去表演。嗯，杨晨，我刚听了你改编的《绝不止步》，虽然有些冒险，可是摇滚呢？确实是我们目前比较缺少的曲风，还是挺有新意的，值得一试。好，改编方面，你和制作老师多沟通，我会让他全力配合你。嗯，谢谢马导，谢谢马导。再见。辛苦了。陈姐，节目组官宣了你这期要唱的歌。网上的评价简直要气死我了！给我看看。晨晨，你自己看看。我在看了。摇滚版绝不止步，杨晨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杨晨真是傻白甜。大家怎么都不看好我啊？你的粉丝说了，你是个傻白甜，居然跑这种都是实力派歌手唱的节目，大改风格还唱摇滚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啊，我管他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往好的方向想呢，舆论现在已经最差了，所以我只要发挥正常的话，对他们来说就是惊喜啊。哦，你倒是想得开。不过，说实话。陈姐，你为什么还要唱这首歌啊？这首歌都唱了多少回了？哪次结果是好的？我现在呀，只想唱我自己想唱的。
我说你看什么呢？笑这么开心。陈姐，你们南大真是人才辈出啊！哎，不知道谁这么有才。我们学校一个大四的男生为庆祝脱单挂出一条横幅，笑死我了。都是我出的主意，横幅我挂的，你好，我叫何燕，这字是我打的。横幅上写着祝贺陆景同学脱单，太逗了。这件事是真的，陆景的学校很出名的，那有他照片。哎，底下的评论都在羡慕这个男生的女朋友呢。哎，等等，这个男生啊，是那个小学弟。陈姐，这个男生的女朋友该不会就是你吧？